电影了吗？还得炸吧？你赶紧辩论一下，你赶紧辩论一把。啊，我准备剪头发嘞。你赶紧剪一把，就看见你都够。看见你不够。谁说的看见你都够哎？他们嘞？谁？你气他？嗯。开骂还是？你骂不过他吗？骂不过。这个撑一点。够不着，够不着啥？你哪买东西嘞？这个木子儿。这个。要一点儿，不要多了，这个香肠哈。怎么能给开玩具买的？这个不太好吃的，就吃馍可以。好，可以了，就要拿那些。问了吗？给哪个买东西？俺工牌还没到嘞。陈楼，这是陈楼是吧？对，陈楼。陈楼，陈楼了吗？你走到陈楼了，你哪跟牛城有关系？你咋想起来走到陈楼去买东西啊？牛城北边不是陈楼啊？陈楼镇。那你多少分了？你马上走到牛城了。不是你开车一会儿不到陈楼镇了？你咋想起来上陈楼买了？我走远乡，走大望路，直接这一路到宁陵，我多近了。哦，是嘞。看一下吧。不了，我等你再上饭店去买点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五块。行，你转五块哈。我拿着快点。进我的门管社长。你们在听你们挨打吧？听你们社长。哇，这打不欢迎心碎。这卖酱鸡的，那不是陈楼，那是陈楼，陈楼。他该给你，我给他这递我的账，他该给你要账了。那连上一次连我来接了。你做梦吃狗屎嘞吧？你都点点赞，动动手点点赞，没有关注的给我关注一下。我这两天的关注，我这两天的关注涨不上去了，咋回事？做梦吃狗屎嘞！李婷，你看那家里边有毛豆吗？弄点过来。我这啥时候嘞？地都犁了这儿了，那地里边都光秃秃的了，上哪给你弄嘛弄毛豆去？一个人发一个红包。我们有大哥，结果他们嘲笑我了。他们说了，我招来的都是大哥，一干都是大工程。那大工程还没一个人给你刷礼物，那大哥都是假大哥。你都不知道这玩意儿，你都不知道现在记录刷礼物有记录，回家怕媳妇查，那这一点份都没有吗？哎呀，你是不是想吃豆豆了？我意思，我今年还没吃那个毛豆嘞。哎呀哟，你不早认识，人那二分地也够你吃的。你一点都不在乎我，你要在乎我了，你早都该给我送来。我跟你说，我早黑人啊。我今儿个早上那个开直播的时候，去了一个44级的大哥。44级算啥？我刚才还有56级的嘞。54级刷能刷多少钱？他不给你刷礼物，他80级也没用。没有，刷了一个眼镜，还刷了一个眼镜，还一个啥？那是俺朋友。人家木子天给你骗嘞，你看看。那俺塑料大哥都是给我发飞机。那才厉害了。对，我还没见过那个塑料大哥嘞。你何人？你买个飞机，我天天给你发飞机，我给你发的锃亮。你也行吧，就你小气的很。我跟你说，何人这个一气差是吧？他就光刚开始又给你谈男朋友，又是这了那了。你看吧，一个礼物不给你刷，还不给一个礼物不给你刷，还光搁现在光搁直播间里气你。你不是你错了，李婷，他给我亮了一个灯泡。咦，我的娘哎，真大方。啊。你想想，一个人给一口馍吃，我都能撑死。我跟你说吧，咱这中国那多人，对不对？你14亿人，你都能挂你直播间里来？蚂蚁腿多少也是蚂蚁肉啊！你说何人要一个人给你1毛钱、啊，这14亿，你不用干活了。其实真是的，一个人给1分钱都可以了。你说，你说这块几个刷，一起刷的刷。多不说点多了，点那小星星，直播间里边还有点气氛，一次1毛钱来点气氛。不是嘞，你给我动动手点点赞也管，我都现在才300多个赞，那气死我了呢。我给你点，哎，那个一气茶，你能不能改成叫一泡茶？还有你那个头能不能别倒了？我一天到晚的，我要看着你了，我还得这样。他就是头朝下的人，真是的。人家都是往上涨，你往下涨的，我都奇怪了嘛。欢迎陆三江。他是给那个啥，我想起来今儿给那个我回家种蒜，头被一往下栽。哦，你这是从下边发芽呀、啊？
一个人给你一口水，能把这种肉咽了。你俩先逗我了啊！你赶紧叫头上上吧，你都不正常，你想想，看着让人。你是不是被别人宰算宰下去了？你干嘛种？干嘛种六百斤的蒜嘞？哦，你宰算宰的了。今年种蒜的人还怪多吗？今年买玉米都不管，这两年这两年小买，小买玉米都不行。俺妈今年一斗斤种了，光蒜都买了六百斤。六百斤也不多哎。省他那个十蒜的时候卖两块多，十蒜两块多一斤。那俺弟弟他那一块地一亩多地卖了7000多块钱。那管那7000多块钱可以。对啊。我跟你说，李婷，要种蒜的时候就留着烫的。然后再种点西瓜苗子，俺那人都咋种？那影响蒜长。你不对，那是蒜跑了以后才种西瓜嘞。你懂了个啥？你会不会种地？俺这边不种西瓜，种。您这边人就是懒，我跟你说，俺庄以前地少，你知道吧？俺庄人都可不懂事了。人家是人家一个一次就一年就种两斤，俺那个一年种4斤，你知道咋种了吧？哈，他是刚开始是种的那个，就是种那个春天的时候种。就像现在种上蒜上留上烫的，然后蒜出了以后种西瓜、那个蒜出完以后不种西瓜吗？西瓜长起来以后再套辣椒再给那个西瓜全部出了以后就种药材，知道吧？俺那一年要种4斤，俺庄的人勤快的很，所以俺庄河庄百万小，俺娘那庄，俺那以前干那一片是有名的富庄，都是有万元户那时候。对，你宁宁人就是懒，宁宁那边人好多。那不是我宁宁，就包括白岗那边也不懒。我上那边地里连那地里边除了种庄稼，就是除了玉米就是麦，啥都不种，不种经济。你白岗人都是年纪大，都是年纪大的人给家里边，你想让他种多少经济？哦。我跟你说，何先生，你那门儿有推广告就上白岗给家里边，咱五六十岁的还可以种，有的都七八十了，你的年纪他可能种得了哎。白岗的人，白岗吧，离县城远。他买房的人是买房的，他家里边有里边一翻宅子的。白岗啊，本来工地就多了些。白岗就是消费，就是人。白岗俺的工，但是就贵。梁哥哥干嘛来叫我？小呵呵，我来了。还梁哥，还小呵呵，你连个点灯牌都不给我亮，你小呵呵啥？你给我躲住吧你。他也不会躲。不用打他。他也不会躲。一看都不是我的忠实粉丝。嗯，你瞅瞅你咬牙挠嘞，瞅一个，瞅来个人你挠嘞，一个欠你五毛钱。你要是给他刷200块钱，你看他挠不挠？有正事给你说说，你说吧。谢谢轻松自在的观众，轻松自在。你给我说吧，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吧。哦、对我来说，现在对我来说最大的重视，人生大事就是给我介绍对象。我都想到俺庄的俺发小都那老是个小男孩都跟我说了，你要广泛撒网，他说要不然你被他打家了不然的，好不好？我笑死。害人这句话你就少说吧。我不少说，我就大说。俺那个发小那老是，我都不知道他咋能说出这句话。月玉妹妹来了，玉妹妹。人家不是广大的。没有，他老实的很。我跟你说，他上学他从小都，啊。感觉这下午回，我下午回来这个管家的那个玻璃水不管。你们都在店里边儿，没帮我拍视频，没帮我拍视频。我是他不是你说啥意思，孟女？你俺都在店里边儿，你想拍啥视频啊？他本来那都该店里边儿。没有，他几个出去了，有几个出去两地嘞，有现在有客户屋里边儿，你没看我都被撵过来了吗？为啥把你撵出来？因为我跟那嘟嘟的两个谈话了，我咋谈？咋弄？那你不会少说话吗？不是你们都在店里，你们都在店里，那个道上弄了我真的，你们都店里，你们都在店里，没有拍，没有帮我拍视频，啥意思？没，不是，不是明白。他问了你都该店里边没有，帮我拍个视频，我打个广告。哦，你们都在店里没，帮我拍个视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这个道上没家弄了，我都忘了，我都理解不透了。你这理解能力也是不是说第一，都是说第一。文化有限，文化有限。那不赖我，你赖他们家逗号。人家空格是那样的，空格就是间接性的这一句话给断开了。你哦，逗号啊，逗号是直接性的断开了。八五。你这理解能力也就是第一。
回来了，大部队回来了。你看他打字也是嘞。好了。你这句话，你这句话为啥分开读？这是客户嘞。你应该说这句话为啥不分开读？俺嘞，这经理两地回来了。海，这不是你的海哥吗？那哪是海哥？他长得海、啊。还有不是海哥，天爷辈的！你看你这个经理，你看你这个经理头发发的锃亮，哦。我都说他几个人，我说他的脸就跟那个，我不是，我把你那个头，把那个头就给。